所以我就可以开始直接讲。好，你需要他 cue 你吗？不用，哦，可以，他已经拍板了。哇，等一下，我是介绍我自己之后，第一个词是我要怎么进来？十年前，我面临人生一个很大的，所以我要 OK 好。那在我过去有点忘了我要讲什么。老师随便讲哦，哈，不要问你就，我们不受限。好，我比较会随便讲。